想到个位数一个的眼霜棒竟然这么好用，它的底部可以用来挖取眼霜，这下就不用担心卡进指甲缝，眼霜也能用更久啦。金属头用来按摩眼周，可以消肿，还可以帮助吸收，小小一个很方便收纳。面霜唇膏也可以用，一支用来按摩，一支用来放冰箱消肿，太棒了。抖音